改变让制造更聪明。什么？机台那停下来？阿西，机台跳阿浪啊！机台跳阿浪，明仔就要交货，紧叫人来修理。好。喂，三菱电机吗？我这里是威尔联金属，我今麦有一台 MVP 3030的，机台袂叮当啊啦！我今麦赶紧要出货，你紧会使派人来接修理，恁当时人会当来，会使较紧的袂？西，免紧张啦。我看你讲到大了瓜、小了瓜，用这三菱 APP 叫修，较健康方便啦。三菱电机 CNC APP， 当机台发生异常，打开 APP 为您提供更贴心的售后服务。首先，点击右下角快捷图示进入叫修画面，输入公司名及机械或 NC 字号，再点击搜寻钮，便可自动带出机台完整的基本资料。接着用文字简单描述机台异常状况，再上传现场故障照片，便能协助维修中心快速、方便又准确地掌握故障原因。完成确认后，点击送出及完成叫修步骤。完成叫修按键，系统会主动发送简讯，让您及时掌握受理进度。同时透过售后服务中的进度查询功能，随时掌握案件维修进度，保障您的权益。三菱电机 CNC APP 除了即时叫修，也设置智能询答功能。想了解更多，也可以在讨论区中浏览您感兴趣的主题，并参与讨论。透过讨论，一起用改变让制造更聪明。搞定了，三菱款，这是我在三菱叫修 APP 上面留的资料。三菱已经用简讯回复，明天早上十点会过来维修，下午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工赚钱喽。啊，这么紧哦？嘿啊，这么好用更好的 APP。啊，是要安装啊？只要在软体商店搜寻下载，就可以直接使用喽。你看，它还有智能询答啊、讨论区啊、契约方法试算等等。智能操作，安心叫修。三菱电机。